大家好，今天做的重庆小面，碗中准备姜末、蒜末，加适量的清水，做成姜蒜水，用勺子轻轻按压，然后浸泡2个小时，调个汤汁，生抽90克，少许老抽，一勺红糖，搅至红糖化开，将汤汁烧开就可以了。大碗中放适量的花生碎、榨菜末、盐、花椒粉、香醋、辣椒油，放入一勺调料料汁，2勺姜蒜水，加入1勺猪油，放入葱花，锅中水烧开，下入面条煮熟。烧开后加适量冷水，这样煮出来面条口感更筋道。好了，放入青菜，煮好了摇点面汤，放入碗中，捞出，放入大碗中，吃的时候拌一下就可以了。美味的家庭版重庆水面就做好了，香辣过瘾，非常好吃，喜欢的朋友赶紧试一下。